我愿意相信你。我们也愿意相信你。相信大头绿法，这神仙我们相信你。蓝方银矿，矿主韩氏永南，开采过度，拘禁劳工，致人殒命，道德沦丧，奸淫幼女，嫉恶难化，故以法辅政助化，禁暴防奸为要。韩氏永南，判其绞刑。蓝方银矿，多行矿难，瞒报上风，勒其关闭。周边农人则新址安顿耕地，退矿还耕，重安民生，以正律令。杀人偿命，犯罪伏法，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，这是大唐律令所坚持的。我知道在蓝方我们做得不够好，我知道在蓝方大家相信的是弱肉强食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不是豺狼走兽。大唐律法要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。我们之所以要坚守大唐律法，是因为它是底线。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豢养的恶犬这一次会扑向恶人，那下一次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扑向善良的我们？所以我们要坚守大唐律法，只有它才能够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安全。我知道正义才是你们心中的渴望，而律法就是正义的保障。我相信大唐律法，我希望也能够相信我。我愿意相信你。我愿意相信你。我们也愿意相信你。相信大头绿法，这神仙我们相信你。关于韩永南，我已上书金上，相关的律法条款会得到修正。要相信律法，只有相信才能够让律法不断地得到修正。要相信，相信是有力量。